阿潘领班的秘密。我妈在我小时候她就是别人的第三者，每次有人问我家住哪，我就高雄人啊，高雄我有高雄的，因为我妈妈是高雄人，我一下说我找第三啊，因为那是我爸的老家，每个人都以为我家世很好，可是我妈其实真蛮远的，不能见光的苦恋。这个还是给一定不重要。周日晚上十点，第三力量单元进入最高潮，请锁定外乡女，由志兴应由冠名赞助。